像正在传送中，目标在移动，我把卫星图像传送过去。纬度74度63分。时代的进步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可是恶势力的发展却给人类带来灾难。在这个遵循着自然规律的星球上，每天都会上演着事故、意外和危机。慈善英雄，一神集团总裁艾伦 ，SG 集团总裁，掌控着全世界互联网络。澳洲 IT 之神伊曼巴罗 ，BI 集团总裁。金融风眼赛蒙，奇科集团总裁。汉巴，世界重工业的先锋领袖人物。德威集团总裁。而他们手中的筹码，就是不断的升级装备。X50是集合五大集团尖端科技制成的芯片。植入者可以激发全部潜能，它足以摧毁整个城市。拥有它，就可以掌握全世界。参与者都想把对方踢出局。游戏开始，猎杀目标。EO 勾击主管大卫。我的运气一向都不太稳定，这把。就不跟了。对于运气，我更相信能力。这把我倒想全跟。塞蒙，你的胃口太大了吧？有吗？人嘛，总会有饿的时候。看来大家的野心都不小啊。这么一比，我算是善良多了。不跟了。我是不可能这样退出的，毕竟野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加州，和我相同的装备，他也是狩猎者。Shit, X50。这不是你惯用的手段吗？不管是谁，违反了游戏的规则，就得 out。先停止游戏。喂！立刻终止游戏。
想说明问题吗？用指责来掩饰，你还是不够聪明啊，邵老师。好了，不要吵了，还是先想办法解决问题再说。既然这样，我们就改一下游戏规则，谁先找到装备，就归谁。会议结束。 X-50所启用的卫星是由你们集团研发的，两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打个巴掌总应该让我听到点响声啊！你们是在怀疑我吗？当初所有实验，你们可都是亲临现场，都参与了的。对于这种无聊的猜测，我没什么好说的。 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准备吧！我跟尤金在大堂等你。他是谁？尤金又是谁？我和他们很熟吗？这个笑得恶心巴拉的家伙，就是你的结义兄弟邵东江。 虽然这家伙没个正经，但确实也是你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你的故事都在书桌上的相机里。涂新瑶，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太清闲了？啊！我现在郑重警告你，大卫的事件两年前就结束了，现在警方都已经停止调查了。主任，戴维的事情已经跟了好几年了。 如果再挖下去的话。
我们这儿有个秘密，一定会有什么内幕爆出来的。当初要不是那个搅屎棍的话，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主任，3天，就给我3天的时间。 童心瑶，童博瑞，原来她是 X13 的妹妹。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只有寻找哥哥的下落，却给周围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A3 Area， 你没有权利拒绝，我这可是在救你。我倒是无所谓。原本我还打算，如果这次你能引出那条小爬虫，我就放你自由。OK， I'll go。 我的底牌 已经出了。喂，什么事儿？谁又招惹我的姑奶奶了？我带人去帮你收拾他。别废话，说重点。我已经查到大卫的行踪了。他订了去 A3 区的头等舱。 Lady, I don't care. Tell me, who sent you here? 什么谁啊？我只是想知道我哥失踪的下落。 Who the hell is your brother? 童博瑞 Take her.
你知道你这次做错了什么吗？我该拦下少主的。我只是放手，让他去撒撒气。没想到他把人家连人带家全给炸了。 现在安全了，小姐。哎，等一等，你不认识我了？我们认识？我们当然认识。 One of them. 先生，你冷静点，千万不要冲动。 Don't patronize me. EO sent you. 不是，我不是 EO 的人，我只是想。 两年前你因为救我受伤落水，我拼命的喊你，你却没有反应。最后，你沉入水底就不见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不用装了，我们肯定认识的。好吧，就算我们见过，再见。你不能走。我好不容易找到你，怎么可以轻易让你走掉？ 小姐，你真的认错人了？我不可能认错人的。就算我们见过，我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没有特别的关系。我只是想问，你的那些装备是从哪里来的？装备？对，装备。Alan, I'm out. Can't deal with this anymore. David， 你也许忘了自己的身份，需要我让琼斯帮你清醒一下吗？Stop i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Let me go! Stop that! What do you want? Why you send X50? 人不是他派的，但你是他救的。难道你不应该做些什么来报答他吗？现在告诉我，那个女孩在哪里？你抓到她了吗 ？I don't know. God knows where is she. 等等，你还没回答我，小姐。 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放过你可以。
你帮我看看，这个人。糟了，他们追来了。2年前发生在华州的暴力追击事件，跟发生在 A 三区的枪击事件，都跟这个人有一定关系。David， 没错，我们从线报中得知 ，David 的行踪是受到琼斯·赛德的指示。Is that forbidden underground musician? I remember David had worked for the SG Group. SG Group is John Sass' back force. Your relationship between now seems not so simple.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调查清楚琼斯·赛德和艾伦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再追查 David 的行踪也就不难了。It's not too difficult, but there is a criminal suspect. She was the only one except David in these cases. 就是他，我们之前也调查过，童新瑶，27岁，是一名记者，近几年一直在跟踪 David 的事情。如果我们先从他着手，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 A 三街区发生了一起街头枪击事件。此事件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据目击者称，完了完了完了，这下闹大了。老头子肯定要抓我们回去。让东江他们几个马上回华州。是，董事长。说老头子搞什么鬼，玩都没玩够呢就急着让我们回去。你看2小时能来得及吗？哎，知父莫若子又不是我爸，我怎么知道。哎，我说你这家伙能不能别搞这玩意儿了。不能。戒指好漂亮呀，就是太贵了。结婚嘛，一辈子只有一次。其实不一定要买钻戒的，买金戒指怎么样？分量足，还不容易丢。傻不傻？还玩起英雄救美来了！我去！
景英，快给我派架专机，出了点情况。是少主。八宋，立刻调派一架专机去接少主。艾伦，你背着我们做了些什么事？还真当作我们都不知道吗？我们不需要隐瞒的，艾伦。要我说，有些人就是喜欢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看来你们对我的意见不小嘛。塞蒙说的不错，别人不知道，不代表我们不知道。听说你的双子技术早已成功投入使用了，相同的信号通过双子技术传送到卫星，一个受到了干扰，另一个仍然可以正常接收。你们是在怀疑我？当初所有实验，你们可都是亲临现场，都参与了。可那又怎么样？对于这方面，我们都是外行。就算身边有专家陪同，可那也不及你艾伦的人呢。既然我们都站在同一条船上，再有下次，别怪我们无情。你们尽管玩吧，反正底牌在我手里。不愧是景英啊，干得不错，效率够高的。少主，这次在 A 三区发生了什么，我有责任知道。看你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还真是不爽。少主，您知道的，我必须向董事长汇报。汇报什么呀？还不是惊蛰那小子英雄救美，救了幽精的前女友童心瑶。他不会有事吧？很担心他，以他的体质，这只不过是皮外伤而已，这里有我们在，你先回去吧。还是等手术结束吧。他们几个……鬼才知道他们几个什么关系。你先回去吧。手术结束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的号码是……我知道。我倒是想知道咱俩是什么关系啊。少主，没别的事，我先走了。能让你逃开的方法也就这一个了吧。别看了，这就是你的家。少董事长，请问贵公子跟德威集团签订的绯闻是真的吗？两个小辈的确在交往。那这次的联姻是否会影响到一神集团和德威集团未来的发展呢？未来的事情现在有谁能说得清呢？啊，那婚期定在什么时候呢？下周三。哦，下周三啊。下周三。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联姻，恐怕一神集团和德威集团暗中早已联手。其实影响国际格局的五大集团暗地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势力均衡，相互牵制。这样的话，邵氏和汉魃这一举动势必会打破现在的平衡，那岂不是要内乱了？没错，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松懈。如果五大集团起内斗，极有可能导致国际经济、政治等问题的动荡和混乱。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五大集团的动向。董坤，你要跟各国警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交流交换信息。是。阿龙，我想婚礼当天肯定会有事情发生，你盯着点。是，工队。爸，你怎么真不说话？早晚把我吓得心脏衰竭啊。
我承认，这次事情是闹得大了点，算我错了，行了吧？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啊。心动的游戏还没通关呢。我们将会跟德威集团联姻。就这事儿啊？好啊。你这个答案倒是令我挺意外的呀。我反对有用吗？判断力不错，不愧是我的儿子。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啊，赶着打游戏。东江啊，该把玩心收一收了，该进遗神了。都要结婚了，总该让我玩个够啊。走了吧。真不知道这样的咖啡还能喝多久。玉洁啊，答应爸爸一个要求。嗯，我答应你，我会嫁给邵东江的。是那个麻烦女人吗？就我的意思是那个，我只是想跟你说声谢谢。还有，以后少跟她接触。你这样随随便便就翘班，你到底还想不想干了啊？主任，我想爆料一条惊人的消息，我在 A 3区已经找到戴维了。哦，你确定是他本人？十分确定啊。不过他这次的目标就是我，我昨天差点就被他给绑架了。哦，那你的意思是，戴维在失踪两年之后突然出现，那是因为你？当然了。什么原因呢？理由呢？可能他觉得我抓住了他什么把柄吧。你把柄，你个大头鬼啊！你把柄，你自己出去玩就说出去玩了啊，还愣把自己说成昨天 A 3区枪击案的女主角，你糊弄我，你有意思吗？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啊，我昨天真的在现场。我不管你在不在案发现场，我再跟你说一遍 ，A 3区枪击事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戴维。A 3区警方已经结案了。那这个。看看，这个比你手上的事更棘手。什么事那么棘手啊？华州首富，一神集团的太子爷，要和德威集团家的千金联姻了。不就是场政治联姻吗？有什么神秘的？我让你跟的不是这个，你要趁这个机会，查清楚一神集团太子爷身边这个人。孔幽京，我们已经坐了半个小时了，
你有话要说吗？好，那我来问。今天孔幽金先生是以个人身份来找我的呢，还是以一神集团代表人的身份来找我的呢？没话说是吧？那我先走了。你还是没变，还是那么毛毛躁躁的。你也没变，还是那么无耻。你先别打断我，你听我说完。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很有可能已经被某些组织给盯上了。我劝你还是放个假吧。机票和地址在里面，这里很安全。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些，还有金哲。救你的那个人，他是个好人，我还欠他一句谢谢。我劝你之后还是不要再跟他见面了。你凭什么管我？你不是很讨厌我们医神的人吗？孔幽金，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恨你不仅仅因为你是医神的人，是因为你骗了我，还利用了我。他还是没变，还是那么讨人厌。你想多了。你落了东西。这一点你倒是没变，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跟你说的话。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好好照顾自己。行者，你又把我名字改了。东江，赶紧改过来。你去看看你所前方的门。我送你一份礼物。现在看看戒指亮了吗？到底亮了没啊？亮了。现在把你的手伸出来，对着密室的入口。你不能走！我好不容易找到你，怎么可以轻易让你走掉？就算我们见过，我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我只是想问，你的那些装备是从哪里来的？
重复空白寻找，在漩涡中还是游离在何处，看不清楚是非恩怨，终有定数，黑与白相互倒退。